常言道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所以学习都唔一定要喺课室啫。今集我哋跟住同学走出课堂，嚟到澳门基本法纪念馆。呢一度除咗有导赏嘅生动讲解，仲有得玩，从游戏中学习添。佢系邓小平先生，就系佢决定咗一国两制呢个决策咧，喺澳门实行嘅。澳门基本法纪念馆自2013年设立以嚟，一直系社会大众深入了解基本法嘅重要平台。呢一度一共分为八个展区，展品除咗有重要嘅历史相片之外，现场更加播放主权交接仪式嘅影片，令参观者仿如置身喺呢一个重要嘅历史时刻。同时，纪念馆更加设有预约导赏服务，让参观者能够更多元化咁认识基本法。同学又觉得点样呢？因為知道基本法佢形成咧係由一國兩制去基礎上面去形成嘅。其實我本身好少接觸，其實一直都覺得基本法只不過係一種法律啊，維護自己公民權益咁嘅法律，所以都唔清楚佢點樣形成啊，點解要形成啊，佢嘅來源同原因咯。係啊，最主要就係對基本法嘅概念更加深刻咯。咁以前我真係唔好模糊嘅對基本法嘅概念。但是經過導賞員的解釋，就是基本法就是好像一棵樹一樣，澳門的其他法律都是沿著這棵樹去延伸出來的，就是在一種樹枝形式，對這個整個範圍就更加了解了。他們簽那個中葡聯合聲明的圖片令我的印象很深刻，可以回顧以前的歷史。在憲法院澳門基本法展區亦都有介紹國旗、國徽和國歌的由來，還可以在現場學習唱國歌的時候應該有的禮儀。這個這麼生動的學習環境吸引了不少學校參與。因為我們平時學生學習知識可能只是局限於課室和操場，我們就想藉著這個機會能夠去走出課室學習到更加多的知識，特別是課本以外的知識。藉著我們挑選這個基本法的紀念館，希望他能夠學到一些關於澳門以往的歷史，令他能夠認識澳門、了解澳門的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從小培養他一個愛國愛澳的精神，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咯。主要因為我哋可以透過一啲我哋叫社區資源啊，可以借助佢哋嘅資源，跟住可以令啲學生提供翻對基本法嘅認識，同埋提高佢哋嘅興趣咯。同埋因為呢度好多可能我哋書本上邊未必有嘅資料咯，所以可能親身帶佢哋嚟呢度學習會比較好啲咯，即係屬於活動式教學咁樣。即係我哋而家全世界性嘅資訊化同埋嗰個信息化，即係實在太多嘅。可能你足不出户，你已經接觸到全世界嘅。咁喺呢個狀況之下咧，青少年人佢根本上佢自己本身嗰個對歷史啊，對自己居住嘅生活嘅地方啦，可能佢已經即係有一個混亂喺度。但係通過我哋基本法紀念館入邊嘅一啲嘅導賞嘅教育，一啲嘅展品嘅展出啊，我哋講翻啊，我哋一國兩制嚇。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，讓大家有知道自己啊，我是一個澳門的中國人嚟嘅，呢一個身份認同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。相信呢個係有一個得著，等佢哋由細開始已經知道我哋一個獨特的身份。一國兩制一國是指邊一個國家？一二三，太簡單了，好啦，俾少少機會呢位同學啦，中國人。另外咧就係話我講個生涯規劃咧，咁亦都係因為有一國兩制，因為有憲法同埋基本法嘅保障，我哋咧而家國家個發展，譬如我哋有倡議過一帶一路啦，嚇我哋大灣區嘅發展啦，咁呢啲咧亦都能夠有呢一個保障之下咧，我哋青年人咧可以了解到啊，其實我哋自己嘅生涯唔單止淨係局限喺我哋澳門呢個細嘅地方啦。咁我哋可以諗大灣區嚇，我哋將來嘅發展可以係點樣，甚至乎擴闊視野，喺我哋一帶一路沿線嘅城市，我哋可以點樣有一個新嘅視野。咁我諗呢個咧對佢哋嘅生涯規劃咧有一個咧即係好好嘅參考咯。如果你對基本法嘅內容有唔明白嘅時候，不妨嚟呢一度睇下，未必會有全部嘅答案，不過一定會令你更立體認識基本法。